最后一次洗是几时？不用想，六个月啊！吓死我现在 ！Oh my god！ 爆点啦！有人来，这是我的车吗？我都不认得啊，好干净啊！原来这个 logo 是银色的，我差点以为它是灰色的。多少钱？五块。Hello， 我是可恩。今天这个影片呢非常的突如其来，就是我刚刚才知道等一下有人会上门帮我洗车，我的阿夏仔等一下会有人洗他，为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呢？来问本人。excuse me， 怎么要订这种东西帮我洗车？你想看你的车几肮脏哦？不是，我的车几肮脏、哦、没有，很干净。你最后一次洗是几时？不用想，六个月。六个月没有洗车、啊、有这么久吗？就上一次我去开刀的时候你洗了一次、原因就是因为 MCO， 能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，车尽量也不要拿出去洗，所以可以自己洗车，然后嘛，懒惰就懒惰啊。可能是我耍孤啦，我不懂马来西亚是有这种上门洗车服务的嘞。我之前洗车就是自己要开去洗车店，然后热热在那边等，然后很多邦格拉看住我。可能那他们看到我穿比较美，觉得我是有钱人，他们就一直哈笑他们的 baggage。我只是要洗个车罢了，但是最后因为我不扣他们奖，我加钱做好 waxing。那等下都是要来的啦，我还是去找一下车，因为我车真的是很乱。然后等下顺便给 Albert 一下，所以我去找。我看是什么。垃圾袋，等下装垃圾袋。放在你们里，吓死我现在。这个门过不了，不如推另外一个门了。OK， 这边简单很多。What the？ 也是满的。阿夏虽小，万物俱备啊。五脏俱全。这是朋友的 jacket， 留在我的车。在守时的档额给大家看看我的车到底有多肮脏啊 ！Oh my god， 脚洗。然后你看，哇，树叶。喂喂喂，你在哪里啊你 ？Hello， 两块钱一双，两块一双。咦，找出来了一堆我的照片。失散很久了，我一直找他们很久了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开车，我是捧山的。爆点啊，有人来。六个月的战绩。黑的、啊，这人这人，你们看不出黑，我要换一下，可能你们才懂。哦，哈哈，这个很黑耶，够力没有？然后那个洗车的人哦，应该是很有成就感。我觉得会啊，像平时我洗车也是嘛，就觉得哎洗了跟没有洗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啊。对，我存了六个月，早还为咗今日，很累，整身汗手到。叫上门洗车多少钱？五块。我不信，你要老老实实讲出来。第一次，但是用这个服务多少钱？五块吧。哦，真的是五块罢了。耶，到了，很少东西吧？我的阿夏终于可以冲凉了，身为妈妈的我很开心。你等我，你这样辛苦洗车，你们脚接力。我看到我的车被洗，我现在觉得很欣慰。我身为妈妈，我盖的手指印，哇，那个也是 brown color 的。其实你们可以不用像我这样子在这边等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要拍摄，我才这边等的。你们可以上楼做自己的东西，等到要 vacuum 的时候呢，你才拿锁匙下来开车门给他。他们会自己找到你的车 box 在哪里的 ，OK？ 当你到了 Monkey Wash 的这个 app 了之后呢，你就选你的车型，选你的地址，然后你 new user 第一次 top up 30块，还会 free 你15块，就是说你总共会得到45块。然后洗第一次车是19.9块，那你扣了那15块，其实只要5块钱罢了，所以很白。4.9块吧，4.9块。4.9块。很可怜，你在做什么？要下雨啊。然后？烧乌龟啊。所以你立刻就在，因为我的洗好车，我不要这样快下雨。哇，太快！不要给我烧，很大风。
要烧乌龟啊，不要烧手啊。换了，完了。洗完了水哦，就会倒回去桶里面喽，带走，你就不用弄到旁边的是湿湿哦。OK， 现在车洗完了，因为下雨了，快速给大家看。哇！这是哇！很干净哎！你看，哦，几干净哦！快给爸爸现在超干净，超级无敌干净。原来这个 logo 是银色的，我差点以为它是灰色的。各位，我真是觉得我很水，我每次洗车它都要下雨，它已经开始在滴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快速给大家做个总结，就是哦，身为一个精明的女孩子，我花了19.9洗车加3块钱的 vacuum 的感想就是还真的有点贵。但是现在我要送你一次免费洗车加 vacuum， 只要你在 Monkey Wash App top up 30块，记得用我的 promo code KIT30 就可以得到额外的22.9，等于你一共拿到了52.9，就可以免费洗车加 vacuum 一次啊。但是你想一下，23块哦，你不用出门哦，然后人家上门来，然后他冒着 COVID 的危险来到你家帮你洗车，其实是歹的，特别适合那种懒惰的人啊，或者是单身的女孩子。然后他在那边洗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东西，基本上就是用金钱去买时间。那你省下的时间哦，就可以去做工，赚更多的钱。我是很特别 buy 这种 concept 嘛，就是金钱在洗干，洗干在金钱嘛，对不对 ？OK 啦，今天就到这边结束。有兴趣要 try 这个 Monkey Wash 的话，大家可以去 download Google Play Store 还有 App Store 都有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点赞，还有 subscribe， 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Okay, bye bye. Thank you, bye bye.